街头情侣亲密挑战，随着街头的目光注视，他们将展现什么惊人的境界呢？你们在一起多久啊？一年半，三年多了。今天是第九个月。对，所以我应该是恭喜你，恭海雷。四个月吧。四个月左右。七个多月吧。你们在外面的时候会做到多亲密？亲吻都会做的。那你们在朋友面前会卿卿我我？不会，我觉得不会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会？怕他们渐渐啊。牵手吧。如果有朋友呢，你们会抱抱吗？他不会，就牵手。遇过最扯的在外面最亲密的行为？坐在互相腿上，可能女生坐在男生腿上，也坐在男生腿上。跨坐吗？跨坐他身上，跨坐面对面跨坐吗？我都很正常，就接吻，像我们这样。French kiss 那种就是贴得很近，抱得很近啊，然后那个动作也有点奇怪了。今夜トライアングルは恐怖の女バージョン。我没看过，在哪里看过？他跟他前男友。哦，那是人家的事。今天有一个五个亲密指数，你们觉得可以做到多亲密？第三号。你呢？三吗？好，学人家。一二三，指数一二三。一二三。不是啦，只差要一二三。三。Hello， 哎、嗨，喂，你在线吗？咦，你们两个这么保守，不是什么东西。你等一下就知道了。Three 吧。Level four, I guess. Level four. Okay, we can see. We will see. Let's go. 亲密指数一，摸头。很容易嘛？有摸？这样还好吗？还好。有感觉吗？工作没有什么，还是开始的感觉。没啥感。很幸福吗？有点。那第二个，亲亲。所以 of course 嘴唇，还在跟你 face to face。哦，这个是三年的亲亲。那第二个亲亲，为什么不是先牵手？亲亲不行。不行。敢吗？在这边吗？对啊，你敢吗？哇，我觉得这个情况会让人家心揪在一起。亲亲也很简单哦。对啊，亲脖子。看你们啊，我都可以，我们这是挑战呢。你们还在床边都是人。亲脖子。这么 easy。香吗？就有香香。没有味道。那闻脖子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？就是觉得很涩而已。很涩？不是很 wet？ 很湿啦。湿啊湿啊。什么很涩？对 ，smell the neck。味道吗？有汗味吧？汗味哦。闻脖子不行。在这个地点吧。对，第四个，摸屁股。你在外面会摸屁股吗？要不会啦。Okay、在路边做这些事情都不会怎么样，应该没什么人会注意吧？哦，那我们是摸屁股，就打屁股。哦，就这样摸。就是觉得那个摸的那个屁股形状，哦，对对对，很可爱。对，哦，摸屁股也很简单啊。也不是很难啊。不难吗？就是这么简单。发式舌吻，在这边吗？对啊，是。我们不选舌吻。那你们平常做什么？就一般的情侣，没有到那么的深入，那么的深。法式舌吻。哦，就可以吧？你可是香港人的，有什么难的？没啥难的呀。这个在镜头前面。那牵手在哪有什么没有？哦，抱歉，我们没有牵手。没有牵手。觉得哪一个最让你哈兹卡西？哈兹卡西还是四个都讲没什么感觉。好像都还好。那他做什么行为会让你觉得哈兹卡西？做什么行为？完蛋了，这个再差不多可以分。